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猪哥游戏解说。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《噬魂二》的网站联机实况啊，来自 AP 牙神坏四郎对耳鼻酒精的对抗。那么看看牙神现在是在酒精的主场啊，这是一座海岛，拼刀还是没拼过人家，这不应该啊。你看酒精这个体格啊，就讲身体素质来说是不如牙神的啊，又是一个前滚冲头，因为橘子的这个抓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，中招抓的三里杀全中没毛病，但是没有晕下重斩。酒精的会非常吃这个牙神的这个限定连啊，近身的下重斩接蹲重斩站重斩啊都可以的。哇，好险，牙神想利用酒精的怒满的瞬间打一个偷袭，又是一个前滚冲抓原地反，你看我猜的一点没毛病啊，果然是被我猜对了，换作我估计也是原地反，因为他对方已经血量只剩一丝血了，防不住了。你无论跳也好，你是防也好，或者蹲也好，都是无法防御的啊，没有血量了。呀，又这个向杀啊，跳起一个重刀，重刀之后啊，破对方的战中刀，又是一个前滚残取兜后取消。这招非常的让人难以的防御啊，又是个中刀封飞。酒精的这一把中刀啊，就是用刀王的话来说，一把中刀打天下，再来一个原地夜反破掉，只有两局，好吧，来啊，已经没有继续了啊。看到有很多女粉丝涌向了酒精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是否玩家关注红猪哥解说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